到了现场的时候，发现说现场槽车是有泄漏的一个情形。那经询问现场关系人，表示说现场是在用液态氮，那为公车，虽然是公车啊，但是它槽车内还是有残余的气量，所以我们就是立即划设警戒区域。那气体泄漏的话，就是以100公尺为原则。那我们现场有一位伤者，那由我们救护车后送云林长庚。那现场就通知员警跟公司专人过来处理。